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时间非常晚了，是晚上的1:09。那我跟我的军团朋友这个墓碑落下，还有阿里郎跟秋风扫落叶来打这个90级的小王哦。那我们稍早的时候是打那个玄武跟白虎哦。那打玄武跟白虎的时候我是传送到江州再跑过去的。好，那有一个军团朋友天师道跟我讲说哎呀，怎么那么笨？哦，其实可以用更快的方法，用传送就好了。说，哦，那他有分享怎么样传这个方法的话，我真的还完全不知道哦。他说第一个从长安飞到柴窑洞，再从柴窑洞飞到交趾，再从交趾飞到左慈，再从左慈飞到云海。那这个方法的话，就可以瞬间到那个峨眉山云海哦。那我还没有试过啊，待会试看看好了哈。现在网页打完了，看一下掉什么好宝。综合，好的，没有好宝哦，只有这个秋风扫落叶打到一个小装备。好的哈，那我们来测试一下了，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快一些。我现在嘴巴有吃食物，所以讲话有点超脸呆哦，希望各位朋友海涵。好的，我现在先飞到长安试看看哦，先飞到长安，长安在这边。好，先从长安这边哦飞到哪边？我再看一次啊，忘记啊。啊，它好像还有注明啊，要从长安的炼造坊前面的道人传送到这个长安洞。好的。哦，那炼造坊前面的道人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嘞。下面打一些好了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五斗米天师啊！我，跟他说话，跟他说话。可以传送到长廊洞，是。好，我们现在飞到长廊洞了。好，那我飞到这边哈，接下来要传送到交趾驿站。那这里有一个交趾驿站马夫啊，好，跟他说话，前往交趾驿站，15000，确定？花15000啊，有点贵哦。没关系，好，速度就是金钱。好，接下来的话要传送到哪边？我看一下哦，传送到左慈，应该是跟这个交趾驿站马夫说话吧。好，跟他说话。真的有哎。好，前往左慈山屋，15000。好，花了30000了，花了30000了，喷钱。真的到了哈，真的到了左慈山屋。那再来跟左慈说话，前往峨眉山云海。哇，真的好快哦！这样子就到了哈，只花30000金，瞬间就到峨眉山云海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们想要第一时间打完的话，用这个方法真的还不错哦，真的还不错。好，比用跑得快太多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天师道啊！好，你懂的，我们都不懂。好，他说是从 PC 端继承过来的。OK， 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好，非常感谢你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以后我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哦。只是说要多花一点钱就是了。拜拜。